是另一个值得欣赏的白昼。我知道光不会拒绝我，夜晚也不会。这里是梦境的入口，也是出口。沉溺的时候是无私又极其私密的，梦是因为不自量力吗？还是有所向往？总是在尽头可以遇见起点，在脆弱的时候感受到力量。一束光线怎会拒绝停在某处不前进，做梦的孩子他依然相信枕头上能听见月亮呼吸，为何沉睡就接近死去，深邃在此夜的到安宁，也解释了光明，孤寂也不孤寂，放心我看得到你，一个一个在心底最隐秘的抽屉，唯有仰望失去才能再一次见你，光洒下了倒影，没有结局也是序曲，这样想你也变得很有诗意，沉睡就接近死去，深邃在此夜的到安宁，也解释了光明，孤寂也不孤寂，放心我看得到你，一个一个在心底这样想你也变得很有诗意。一个一个在心底最隐秘的抽屉，唯有仰望失去才能再一次见你，光洒下了倒影，没有结局也是序曲，这样想你也变得很有诗意。